原标题满门忠烈，司令员一家六口上阵御敌，两儿子老山牺牲，又将女婿送上前线。原云南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同志满门忠烈，全家六口人五个走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其中两个儿子牺牲在老山战场上。两个儿子牺牲以后，他又把女婿送上去，被人们称为当代杨家将。刘斌司令员家的全家福，前排又一刘斌，又二刘明，又三王昌群，后排又一女儿刘峰，又二刘光，又三女婿张继功，又四女儿刘琴、刘斌。1924年出生于山西阳城县河北镇南井沟村。1943年年仅19岁的刘斌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打鬼子战士。解放战争时期，刘斌司令已经因军功做了连长，在著名的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中，他带着全连官兵浴血奋战，奋勇向前，获得弓如猛虎、手如泰山和尖刀插入，战过第一两面锦旗，却因战负伤，头部中弹后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建国后，刘斌转到云南边防作战，曾先后在中缅、中老、中越边境一线的孟连、孟海、文山等地工作。1983年时任云南省保山军分区司令员的刘斌离休。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刘斌司令一家六口上阵御敌于国门。刘斌司令在前线指挥，妻子王昌群参加之前服务队，以史副连长的大儿子刘光随部队参战，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二女儿刘峰参加火线救护队。在后来的十年轮战中，二儿子刘宁也参战了，接着二女婿陈家勇也被刘斌司令送上了前线。1978年初，大儿子刘光当上了侦察兵，后被保送到解放军南京外旅学院深造。他放弃了留校机会，也拒绝留在云南省军区机关当参谋，坚持返回到云南边防前线的老部队。1981年12月5日，时任副连长的刘光放弃轮休，带领侦察分队外出巡逻，发现敌人埋设在巡逻要道上的地雷时，他立即命令战士们卧倒隐蔽，大声说：“我学过排雷，我先上。”在他迅速排除了两颗地雷后，不幸降临了离他四米远的工兵班长，过意不去，一边喊副连长让我来吧，一边跃上前，不料碰响了一颗地雷，刘光被气浪掀起，抛在另一颗地雷上，壮烈牺牲。刘斌司令员大儿子刘光烈士安葬于文山烈士陵园。更让刘斌司令和妻子王昌群伤心的是，他们忍痛送走了大儿子。1984年7月13日，时任代理排长的二儿子刘明在老山防御作战中不幸中弹，刘宁牺牲时还不满22岁。丧子之痛应该是这世界上最伤心的事了。二儿子刘明也牺牲的消息传来后，刘斌这位经历过无数战争风雨的老革命击倒了，他在床上躺了三天。刘斌司令员小儿子刘明烈士安葬于麻栗坡烈士陵园。刘明牺牲的消息几天后传到昆明，这时在刘司令员的支持下，在部队医院当外科医生的女婿陈家勇也报名参加救护队，走上了战场。两个空酒杯、两套空碗筷、两个空凳子，全家人就在这样一种悲壮的气氛中举杯，把全家最后一位男军人送上前线。女婿上战场的时间和小儿子牺牲的消息传到昆明的时间，中间相差仅仅是12天。刘斌司令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他满门忠烈的故事。刘斌司令于2010年3月2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不幸逝世，终年86岁。3月24日遗体在云南昆明火化。
并踏上的刘斌司令及其乐观的老伴王昌群刘司令员一家被人们称为当代杨家将，当之无愧。这就是民族的脊梁，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云南省委授予了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和老伴王昌龄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曾被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管理。走进小儿子刘明所在的麻栗坡烈士陵园，王昌群老人悲痛万分，多么崇高的老革命，值得后人学习的典范。满门英烈，民族脊梁，向英雄们致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